医生才变胖。我想起来，蔡金梅之前是在柬埔寨是吃东西啊？有吗？有哪有？你还看那面，然后呢要煮的？怎么可能？哪有？有啦，哪可能？真的假的？你看你食物堆这么高哎、我哪会做这种事？蔡金梅来野餐了，带那么多东西吃的，做点心啊。好好吃，简单说。好饿哦！不要煮啦。大家要搬狗喽！好啊，快去搬，快去搬，快去搬。好。啊，狗可能要放这边吗？啊，不能放。
请问你一个问题吗 ？OHA 需要麻醉吗？嗯，这个问题很好。那在人的话也是会需要麻醉的。那人的话没有麻醉的时候，你可以给他木片咬着；那狗的话，你要给他一个手咬着，就可以不用麻醉。老师，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？公狗的 OHA 要怎么做？公狗的 OHA。吃东西，我哪有？我哪有？大一到现在胖了多少？有没有十公斤？我告诉你。哎、欸，小林，你有没有缝过裤裤？然后怎么缝啊？有啊有啊，你看在这边，这里。哦，你把裤裤剪掉、欸、完了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林真，你有吗？没有、啊。哎、欸，蔡金梅，老师叫你。啊，干嘛？老师干嘛？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刷手服呢？老师，我穿的是国王的刷手服啊！你有在跟你开玩笑吗？现在是这样回答的时候吗？不想想过去四年来，多少学长姐跟师长帮你做了些什么？Thank you.